们称为主持人，不能让人家笑我们没有。哦，跨完步。请出题。爱情它是个难。哦哦哦哦，这个不可能。什么年代的？来喽，米田老师 ，OK。老师的。哇，拉一点分数回来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。哎，这种经典不能不会好吗？还是有人这个完全空白的状态。忘了你容易，忘了自己却无能为力。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。不对，千万不要唱这首。自己的承诺，为爱的执着。我知道。不要乱接，还没一起亮蓝，一二三，唱得很开心。不知道，我完蛋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完蛋了，打一个圈，直接写我完蛋了，来不及，完蛋了，怎么？我乱猜的。爱情它是个难题，当爱已成往事。完蛋。来来来，田老师，你介绍一下这个歌对那个年代有多重要？这是《霸王别姬》的主题曲啊，同时它是真的告别一段爱情而写下。的一首歌，没有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告别，那个时候才在暧昧，在酝酿。那个时候两个合唱人正在暧昧。好，李宗盛跟谁？林忆莲。对啊，林忆莲之前是不是还有一段？我知道啊啊，你一定要把人家讲那么清楚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就私底下聊天嘛，就是要讲这么清楚。对啊，很多写歌的人，那个时候男的也有一段啊。哦，就是你。讲的那么清楚吗？哎，啊，大家就是啊，就断掉这一段，哎，重新在一起啊。原来情感的路本来就是辛苦，对，没错没错，对，还不如像微风这样比较好。没错，就是说直接是原地承认自己是渣男。不是这样是吗？对，情感啊，这该怎么讲？我那后面很激动，对，很气，这样是我得罪你了吗？哦，因为你太帅啊，你帅到得罪他们。对呀，好像是个得罪。你这么帅是，然后他们这么气，你去后面看看四个人长相，你就知道。对，阿蜜老师也很帅。哇塞，好多音效，哇塞，开心呢哦，情绪很澎湃。那个阿咪老师也很帅啦，对啊，杨平安老师，我跟你讲，你是喉咙好，但眼睛不行。没有，我录影前有很近过去感觉。是。好，来一起来看啊，会唱？还没唱，没唱，那唱一下，我们听听看合唱嘛。好，合唱啊，没有唱。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，人已经
请出理顾。好，应该 OK。请亮丹，哎，美珍，还 OK 吗？我快想到，可是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下礼拜，下礼拜再来。没事，可能就是对，还是宪哥要不要先预约？没问题，先预约了。Uber 也要有十几分钟。是是是。有印象吗？培阳哥有唱过嘛？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们两个对唱好了。对对，应该很精彩。那要看一下歌词。好，歌词来，先公布嘛，先公布。李威峰也顺利晋级了，是的。而我们称为主持人，不能让人家笑我们没有。哦，跨完博什么？来，点点，来，不会 ，music。其实唱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点到为止就好。没有，我心情一直都很平静的。你看你这能好的，然后对不对？差多少？对，没有，他唱得很好啊。你刚刚没有听到他有飙上去吗？有，尤其是最后一句"我等你的菊花"，我等你的菊花。